我敢肯定，这个米桶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，大开口倒米方便，足足能放20斤大米，还有透明视窗，能清楚看到米的容量。上面放了大蒜和八角，防止生虫，用的时候按压就能出来。量杯还能当做淘米器来使用，不管放在哪里都合适。